你跟龙虾那么熟，你当他刚才你跟他比，你都已经平常那么多了。我跟你，你快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我能吃它，但是我抓的我超怕的啊。没事儿，他能怎么样？只能加你手而已嘛。你抓过虾吗？你就不能抓一把？我抓过呀。怎么抓？就是先抓膀子，给他这样，然后就行了。那是抓鸡。真的，就是抓鸡。不是，你把他那个，我抓过那么大个那种螃蟹啊，他就是你要把它两边给它掰到这样，他那个爪子，因为你看他爪子，他能这么夹你啊，这么夹你，但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没法夹你。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不给撅折了吗？两个手吗？就是这样。你要我抓鸡、抓鱼、抓啥啥都没有，就抓虾我就那怕。真的吗？你来现在来个鸡能抓吗？你到时候你还说你又不行，你就去吧。嗯，我先试一下啊，这也没那么难吧？这个应该还好吧？等会儿他会夹咱们，对不对？啊！给我抓了，可以吧？还有能怎么样呢？这可以，因为咱们是个人，他才这么点儿，抓。要不你来抓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怕他。我跟你说，他很凶的。我跟你说，打不死你的东西，战胜他会让你更强大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去面对自个儿的恐惧，才叫成长。好厉害啊！抓起来了，怎么这么会抓虾？你看看。